在少年诸葛亮、少年包青天三喜罗密谷拍摄之时，又一部少年姊妹片《少年黄飞鸿》已于近日在浙江横店拍摄完成，并将在寒假档期播映。剧中的黄飞鸿由小打星释小龙扮演，其他主要角色如朱肉龙、龅牙叔等也都由与释小龙年龄相仿的少年扮演。我觉得这部戏就是一个特别好玩、特别喜剧的片子，所以大家学习那么长时间，看完这部片子肯定特别高兴，而且特别轻松。在以往黄飞鸿系列影视剧中，常与黄飞鸿有情感瓜葛的十三姨由郝蕾出演，这个曾被关之琳、邵美琪等美女演绎过的角色，此次会带给观众怎样不同的感觉呢？就觉得自己演的不是很漂亮，但是我认为呢，就是说可能会有点小小的可爱吧，希望就是说大家还是以包容的心态去看。